现在的王者荣耀非常火爆，就连明星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到这款游戏中。这些明星在平时很矜持，但是到游戏中非常不矜持，把各种的形态都在游戏中体现出来了。网友之呼林更新，你的名字真是骚气，现已经无人能及。林更新在这两年真的是大红大紫，在这么忙的过程中，当然也会拿出来王者荣耀玩两局。据爆料，他的名字竟然叫十九亿少女的梦。我刚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差一点笑喷了，毕竟我这么帅气的人都不敢叫这个名字，他竟然敢称自己是十九亿少女的梦，在下真是佩服佩服。其次就是我们的杨幂了，都知道现在他正在录明日之子二这个节目，在这么忙碌的工作中，当然也是会有休息的时间。据了解，我们的秘密段位竟然是荣耀王者，我只想说你为何这么厉害，大神什么时候有空带带我，顺便让我火一把呢。玩王者荣耀的明星确实不少，但是他们都正确的来看待游戏，有的明星玩游戏完全是消磨无聊时间，有的是真的喜爱，比如说鹿晗、陈赫吧，电玩的热爱者。这么多玩王者荣耀的明星，你们最喜爱哪一位呢？